朦胧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往事又掠过我心头，犹记离别的时候，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轻轻一句多珍重，眼儿也蒙蒙，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劝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我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耶、yeah! ！就你之前就是有亲上这个粉丝团，就是帮韩粉加油打气吗？有，熊姐呢是标准的韩粉，尤其这一次韩国瑜啊，他要选总统嘛，他已经是代表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啊，是民调最高的，而且他是真正架杠的总统郝酸林。那我们更要尊重，就是说国民党的规定，今天他是人气最高的，而且大家既然要玩游戏，我们就要遵守游戏规则，所以我们是要给韩国瑜当后盾。韩国瑜加油，嘉芬姐加油。很久没有好一阵子没有见面了，嗯，最近还跟这个韩粉聊聊天一下，嗯，刚一开场怎么会想要唱这个《流水年华》这首歌曲啊？因为最近呢，我想很多朋友都有看到，在新闻上呢有看到嘉芬姐啊、哦，上好像广播节目是不是？然后她有澄清一些，就是说他们家韩家韩国瑜家里全家被抹黑的，的这个上电台去澄清嘛，是。然后刚好呢，韩市长有call in进来，韩市长很深情、很多情的对着嘉芬姐唱了这首歌《流水年华》。那刚好呢，这首歌也是以前凤飞飞的歌曲，熊姐以前在跑晚会啊的时候啊，也常常唱这首。作秀的时候我有唱过，所以对这首歌。有很除了熟悉他的旋律之外哦，而且我觉得看到韩国瑜跟嘉芬姐感情这么好的那一段 call in， 我觉得感动都快要哭了。他们两个感情真的很好，嗯，尤其嘉芬姐哦，她讲到韩国瑜被黑，然后她的那种很令人动容的表情跟言辞，同样的也是感动了我。嗯，熊姐是不是有自己的这个歌曲？要献给韩市长吗？对啊，熊姐以前好久以前哦，我在穿西装戴帽子的时候那个造型，我出了一首歌叫做《爱的羽毛》。这首歌呢，也是表达一个对朋友啦、对家人啊或者异性之间的一种爱啊、哦，这是很比较广泛的。在这里呢，我也要代表我们韩粉韩家军的一点小小的心意，我来唱这首。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爱的羽毛》，要听吗？要。嗯，想一下，一片羽毛飘在春天里，有个秘密藏在我心底，我的心儿早就属于你，请你不要把我忘记。爱的羽毛飞扬在春天里，撒把阳光望住我和你，爱的羽毛成长在春天里，爱的专利属于我和你。爱的专利属于所有的韩粉，对于韩国瑜，还有送给韩国瑜，还有嘉芬姐，送给你们全家平安健康。耶、yeah, ，好听好听，好错哦，没有乐队耶。熊姐以前也是这个出片的这个歌手啊。是的，嗯，不要看熊姐哦，虽然歌唱的，很好听，好听吗？很好听。可是熊姐以前唱歌没有那么好听啊。但是那时候有出唱片，那时候年轻，唱出来的歌呢，比较好像不懂得不食人间烟火，
不懂得人生的悲欢离合，所以比较没有感情。听起来，我现在听我以前爱的羽毛的唱片录的声音哦，比较稚嫩，尾音比较直。现在呢，经过人生的历练，比较有感情了。熊姐是不是跟那个夏春勇夏哥是多年的好友啊？对，夏春勇夏哥也是我介绍去树民大头家，他以前是众一唱片，他是我们的宣传，我们的经理，老同事，老同事，好朋友这样。以前他是管我们歌星的，夏哥也是超级的这个韩粉嘛，对不对？对，而且夏哥呢，他好像是福大毕业的，好像也是大传哦。福大好像也，我如果没有记错，记错夏哥不要骂我啊。我们下次是有所以他的文笔非常好。对，有时候在脸书上啊，你可以看到夏哥会发表一些文章，尤其我最近把他推荐去树民大头家之后，他的粉丝非常的多。然后他现在呢，几乎每天在他脸书上都有 po 文。对，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有一次啊，在熊姐的脸书里面呢，我 po 有关于韩国瑜的消息，那就有1450的人就上来骂我，他说熊姐已经过时了，过气了。然后夏哥呢为熊姐写了好大一篇，得到很多很多的回响。但是呢，对于这些不实的指控，我觉得我也跟韩国瑜加分姐一样，我们都不在乎，因为我们是理性的。那你们躲在键盘后面，你们会打键盘吗？熊姐也会，可是熊姐呢有受过几点家教，而且我的父亲告诉我说不可以抹黑别人，不可以造谣生事，我们讲的都是事实，所以抹黑我们没有用哦，抹黑韩国瑜也没有用哦，会让我们更支持他。熊姐是不是有机会可以我们找这个夏哥跟你一起同框访问？ OK 啊。因为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的流量其实好像也蛮大的，是，而且夏哥跟我的默契很好。那天我们在上中视树民大头家的时候，其实我们配合的效果也不错。对，如果有看着这个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都可以知道，这样你们唱得很欢乐。对，而且夏哥的文章跟我的文章，我有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有很多很多的感触。我在我的脸书上面，我有写了很多的东西。因为熊姐以前是世新编辑采访嘛，我很多同学也当记者，也当到总编辑了。那我已经几十年，我不敢讲多久了，很久很久，我没有提笔写过东西了。那我这一次呢，我就很随性的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写了一些感想感触，那也得到了很多很多朋友的转载，在 LINE 上面群组上，那我也要谢谢大家。熊姐就是韩市长啊上任之后，他其实很积极的推动这个市政啊，让树民也蛮有感的这样。但是他一路到现在，到今天此时此刻，也是遭到这个抹黑特定的媒体这样攻击啊，怎么看啊？像市长做的好辛苦哦。其实我们都蛮同情韩市长跟加分姐，为什么呢？你想想看，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今天如果是你到了高雄，你从默默无闻，而且你曾经是立法委员，然后你呢沉寂了17年，你再出发，你到一个深绿的地方高雄，根本没有人离你的地方，你能够靠着一瓶矿泉水，一碗卤肉饭，你可以翻转绿地变蓝天，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以前我们觉得哎呀，奇迹奇迹奇迹，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发生了，这个叫奇迹。那我觉得韩国瑜就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坛里面的一个奇迹的代表。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挺韩国瑜呢？是因为他敢讲话。一般当总统的、当高官的、坐在总统府里面的人、做决策的立法委员，都是西装笔挺、打领带。可是韩国瑜不一样，他是卷起裤管、卷起袖子、
是一步一脚印的去打拼。他从默默无闻沉寂17年，他能够翻转高雄，我觉得我们非常的钦佩他。除了这个之外，他的敢言讲真话，有 guts， 有肩膀，而且他捍卫中华民国国旗跟国号，而且唱国歌，这是让我们深深打入民心、深深感动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嗯，嘉明姐之前也有提到，就是说他们一家人像是活在这个鱼缸里面，完全是透明的这个状态。对啦，他们真的是每一步每一个动作都有人在跟他们。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例如说他去酒店，我觉得好奇怪哦。他去酒店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他当市长以后去做什么？到夜店去稽查，稽查嘛，对不对？带了警察去做稽查，这个也可以抹黑说他去夜店，还有说他打麻将。我讲真的，熊姐有时候也会跟三五好友打麻将，为什么呢？那是中国人的国粹。三五好友有时候在家里搓搓小麻将，可以预防老人痴呆症。那熊姐因为最近比较忙呢，所以也没有人找我搓搓小麻将。那韩国瑜在巴厘岛全家度假，我们看的那个照片会说话，这个照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拍的？他就是被跟了，而且就是有韩国瑜的儿子嘛，韩天嘛，对，还有许淑华，还有许淑华的朋友，还有嘉芬姐，还有韩国瑜，就他们这四五咖在那边好玩。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家庭的聚会，大家放松。像我们去国外的五星级饭店或者 villa 度假村，因为中国人现在在全世界经济起飞啊，他们都很有钱。那个他们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或到五星级饭店，你如果跟他们要麻将，他们是有的地方是有的，的确是有的。而且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自己带那种很小很小的麻将。我家也还有一副啊，迷你型的、啊，我们也会去这样打打麻将，摸一摸，玩一玩。我觉得无可厚非。可是韩国瑜呢，他的任何的举动，大家都要跟着他。我觉得，尤其巴厘岛这个，我觉得最恐怖。你想想看，嘉芬姐讲的就是说，透明的鱼缸，我家那个角落有个鱼缸嘛，对不对？你从这边看过去，你就可以看到里面那个假的水母啊，或者是鱼在那边游，就是你完全没有隐私。那我讲真的，今天国民党里面的高层也好啊，在2016年的时候，国民党不被看好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肯出来选总统，甚至于选立委？只有洪秀柱柱柱姐啊，我也是很钦佩她，她真的是女中豪杰，她是我们的侠女花木兰。我觉得我很多个性其实跟柱柱姐很像，越是困难，越是别人要讲我的，我都不在乎，我完全不在乎。柱柱姐她那时候说要抛砖引玉，你记不记得？国民党都那些男生都没有人要出来选总统，柱柱姐跳出来说抛砖引玉。哎，抛砖引玉了，这个砖丢出来了，可是玉没有出来。但是当柱柱姐开始，在怎么讲，在做宣传的时候，就是她要选总统了。哎，可是到后面忽然把她给换掉了。我觉得国民党败在这个上面。所以我觉得一些男人啊，政治人物啊，有时候我觉得你们还没有女人有 guts。我讲真的，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女人有时候她不计后果，她是为了中华民国，维护中华民国的国号跟国旗，柱柱姐跳出来了。同样，现在韩国瑜把高雄绿地变蓝天了，国民党带起来了。哎，这个时候怎么搞的？大家都要出来选总统。以前郭台铭2016年为什么不出来？王金平2016年为什么不出来？好，也没关系，大家都会算，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韩国瑜呢，我觉得我支持他是对的。从去年3月
我开始注意他，他那时候要选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我就看到他讲话，他说中国国民党有时候太温良恭俭让，但是韩国瑜如果我要选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我是温良恭俭再也不让了。你记不记得他这句话打动了我，而且打动了我身边很多的人，觉得有担当有肩膀敢讲话，而不是温吞水。因为民进党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民进党今天就是会制造假新闻，例如走路工，黄俊英的走路工，后来黄俊英忧郁，好像是忧郁而死了嘛，后来死掉了。吴敦义的那个录音带最后证实是假的，可是民进党当选的高雄市市长。走路工是后来陈菊当选的嘛，当初这个谁，陈其迈也是当初发表这个走路工录音带的其中一个人啊，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可是没有用，老天有眼，老天在看，事实胜过雄辩。你今天造假，有一天人家会看穿的。今天我觉得韩国瑜很棒，就是说他说民心思变，其实我们要选也不是要选一个圣人，我们不是要选孔子这样的圣人，因为圣人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我们今天要选的是一个有担当敢一肩挑起，而且很奇怪哦，还打他的学历。好，这个是最近我们一直在讲的。其实呢，熊姐以前在，我是清华女中毕业啦，我是从念新竹湖口国中，然后进到台北来清华女中。乡下地方的程度，其实我在乡下湖口国中的时候，我是最好的班级。可是我一到台北来清华女中的时候，老师念英文念到哪里，我从课本我都找不到。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呢，我是音乐课是唱歌，可是到了台北清华女中，他要看五线谱豆芽菜，我根本不会，所以我放弃了很多科目，像英文我放弃，数学我也放弃，我最后是靠历史地理还有国文。熊姐的国文程度还不错，我那时候大概全班每次作文第一个交卷，国文都第一个交卷九十几分。所以我觉得学历呢，多念书是好的，因为念书是要做什么呢？念书是要改变我们的气质，让我们讲话有内涵。那我现在看到的韩国瑜呢，他在陈潜这十七年的时候，他说他的电话从来都不会响，当然不会响嘛，你从立法委员下来，人家不会理你啊。能够雪中送炭的人有几个？熊姐就是一个会雪中送炭的。今天一个人在高位，或者是某某公司的董事长，我不一定要认识他，因为他已经很好了。我会去注意到那些比较，例如说在学校的工友啦，或者我是绕军的时候，我是主持人嘛，那些军人阿兵哥们啊，招呼我在后台招呼我们艺人倒水啊、递毛巾啊，还有冷气，可是熊姐就会注意到，例如说台上那些乐队老师，他们是从头到尾都是在弹钢琴啦、啊 keyboard 啦，还有弹吉他，他们真的很热很热。我就会跟那些阿兵哥们讲说，我们艺人的水这些都够了啊，电风扇也够了，可不可以拿两个电风扇到旁边去给乐队老师他们，让他们凉快一下，不要那么热。所以韩国瑜他在这陈潜十七年没有人理他，那是人之常情，所以他尝尽了人间的冷暖。所以这十七年我觉得韩国瑜应该也有修佛啦。佛教其实我觉得很棒的一点，他就是说他修自己的心，而且不口出恶言。所以为什么韩国瑜他经过十七年沉潜之后，他不口出恶言，而且他讲说爱与包容，因为我觉得他修佛修的
蛮好的。而且今天你政治人物我们其实真的看多了，嗯，我就一直黑你一直黑你，我把你打死没有用。韩国瑜用他的理念，用他的庶民的语言打动了人心，我们不是选胜人。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韩国瑜能够一直他的民调一直屹立不摇在那边的原因，因为我相信真正的钢铁韩粉他是不会变的。即使韩国瑜现在有一些民调，我认为我也不知道那些民调是哪里来的，我们从来也没有接到民调说你支持谁，这些都是我认为啦带风向。所以我曾经在脸书上 po 说，亲爱的好朋友韩家军韩粉们或中间选民，欣赏韩国瑜的，我不是国民党哦，我无党无派哦，我们要选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这么优秀的人。至于他的学历是什么，我觉得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而且除了要去偷窥他，把他放在透明鱼缸里之外，要偷窥他的家庭生活之外，还要打他的学历，那我觉得很奇怪。你们拿出证据啊，我们也可以拿出证据啊，他是什么学历。我据我知道，韩国瑜是空军官校陆军不是空军官校，陆军官校专修班第40期的学生。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好，来镜头上看得到吗？这可以看得到吗？效果不反光看得到吗？他是40期的，有没有？我看好，空军官校专修学生班40期，四十期，对不对？熊姐没有记错嘛？对。而且他后来呢，他去念了，他去考东吴大学英文系文学学生，还有哦，他还真的很上进哦，国立政治大学。大学东亚研究所法学硕士。韩国瑜韩市长，我还不知道你有念过政治大学，你还是法学硕士啊，你真的很厉害耶。我为什么对于他的专修班我特别有印象，你知道吗？因为有好几个跟熊姐有好几个渊源有点像，就是说他是专修班，对不对？我哥哥也是陆军官校专修班，然后嘉芬姐是世新，熊姐也是世新毕业，还有韩国瑜的父亲是陆军装甲兵，我的父亲也是装甲兵，很有渊源，很有渊源，这是很多很多的巧合。而且我跟韩国瑜的年龄哈。韩国瑜是比我大了，我不可以讲我几岁，但是韩国瑜比我大，但是这些渊源让我觉得有对他有认同感，而且个性上比较敢说敢言，我们都做自己，这个黑韩黑到就是质疑这个市长这个学历啊，他这个东吴大学这个英语科系的这个学历是这两天被网友质疑耶，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有证据吗？我这个是从这个韩市长的脸书上面他自己 po 出来的，他是东吴大学学士学位证明韩国瑜。各位观众，各位好朋友，请你们睁大你们的眼睛看一看，东吴大学学士学位证明韩国瑜，中华民国46年6月17日生哦，啊，你看到了哈，他是中华民国74年6月毕业于外国语文学院英国英文学系，也就是东吴大学嘛，对不对？对。看到没有，东吴大学他是毕业于英文系啊。还有哦，这是什么？文学士学位。文学士学位。对。特予证明这样。特予证明遗失什么？学士学位证书遗失，特予证明，此证校长是。潘维大、哇，中华民国107年7月23日，有这么强的一个有力证据，照片会说话，影片会说话，
请各位黑他学历的人好好去查一下。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哦，这边还有一张，这个是韩市长在大四的时候跟他的同学一起开心出游的照片。哇，侯塞雷啊！我要告诉大家哈，我又跟韩国又有一个共通点，你知道什么？我弟弟是东吴大学法律系。哦，你看到没有？东吴大学大四的时候，韩国瑜在这里。你们可以特写一下，你看他那时候还头发还蛮多的，但是额头有稍微高一点，戴着眼镜，对，可以看出来很清楚，就是韩市长这样子。对，而且这些都是他的同学，是不是？对，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次的选举啊，这次总统的选举，除了说国民党里面竞争的很厉害之外，当然为什么会竞争这么多人要出来角逐呢？那是因为韩国瑜带起了国民党嘛，啊。所以大家要出来选，那国民党用了一个公正公开的民调，我们大家守电话守了一个礼拜，我相信这个新闻大家都还记得。那韩国瑜不负众望，他就是代表了中国国民党参与总统的候选人。嗯，好，那现在大家不要再黑他了，但是我知道一定会黑他，为什么要黑他嘞？你说是为什么？韩市长太强大了，是不是？对，大家怕他。对，各位好朋友，你今天要去打一个人，要去黑一个人，要去抹黑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我随便讲好了，他是路边那个路边，不管他是干嘛的，王小明，你会去打他吗？你会去打王小英吗？不会嘛。啊，你们为什么要抹黑熊姐？因为熊姐现在支持韩国瑜，韩国瑜强嘛。我现在如果支持了一个最后一名民调的，你们会不会黑我？如果韩国瑜他的民调最烂，他是敬陪末座，请问1450跟其他绿营的人，或者不想让他当选总统的人，需要来黑他吗？我今天就算要攻击一个人，我也要攻击一个最强棒。这个逻辑只要大家清楚了，你们就知道了。之前他选市长的时候，有好像征求100种黑函的方式。熊姐现在啊，那天在庶民大中视庶民大头家，我有说，我们要征求1000种黑函抹黑的方式。我跟你讲，一直到2020年的1月10号以前为止，一定有不同各种出其不意的黑函的方式，不相信你们走着瞧，一定有。但是我们要坚定信念，我们不为所动。韩市长在选前提倡的这个爱与包容啊，那最近因为这个抹黑程度让人就是无法相信的这个地步啊，韩市长今天已经就是提出来，就是说他已经要准备要对于这些不实的指控提告了。熊姐会支持他？已经提了嘛？因为我最近可能比较忙哦，我昨天还去高雄。我没有，还没有看这两天的新闻。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提告？他是今天在受访的时候已经有讲到，就是黑函黑到无法无天的这个地步，让人无法相信这样子。他有针对哪一个抹黑吗？学历造假，随意造假，对，等等的一些不实的指控这样。其实哈，那把刀其实是双面刃啊，一刀切下去，它是有两种不同的效果，不同的反应。熊姐在外面听到的有一派，因为韩国瑜讲的是爱与包容嘛，但是有一派会觉得，韩国瑜你现在面对的不是普通的人，是民进党。民进党对于选举呢，是无所不用其极，尤其2020年的选举是有史以来最惨烈、最恐怖的一次选举。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民进党在这执政的这4年嘛，已经快满4年了。我请问大家，他们做了些什么？你告诉我他们的政绩是什么？他们如果不抹黑他的对手，已经不会选举了。熊姐举个例子了哈，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我们的政府，民进党呢已经干预司法。大法官是不是已经直接任命？这个已经干预司法。我记得那时候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他说他绝对不干预司法。还有，马英九说绝对不贪污。
可是你看看现在的民进党有多少人，为什么这次民进党要把韩国瑜往死里打，把这个国民党的最强棒，其实就是我们庶民大家认同的韩国瑜，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打他，集全党之力来打韩国瑜？那就是因为如果民进党这一次输了，所有的弊端黑幕全部都会被翻出来。你看看，我们举个例子，现在的司法什么法官啊什么什么都是蔡英文民进党的人，你任何一个案子到了法院，他就来给你一个拖字诀，我就给你拖。其实打官司本来就是一个很费时间的，因为熊姐有经验，最起码3年4年你这个案子都打不完，他就给你拖。像这次那个香烟的事件，私烟案到现在最后我知道的结论，因为这两天我没有看电视哦，私烟案最后是以罚款15万，用一个什么不当的货物移动，是不是来定罪，罚15万，然后被起诉的，讲真的都是底下的小喽啰小兵，真正上面的大咖呢，那个华航上面的那个女的叫什么？她叫什么来着？好，不管她叫什么来着，她没事，因为蔡英文叫啊小美，因为蔡英文叫了她一个小美，小美居然没事啊。还有在总统府里面坐着的秘书长，民进党的秘书长陈菊，你有握有这么大的权力，可是发生这个香烟走私案呢，李龙博出来恭维呢，好像安安静静的，平常你们民进党不是这样子的啊，一有一个什么事就跳出来的啊，为什么现在这个香烟走私案陈菊你都不说话，你要不要为这个案件下台？我记得在马英九时期的刘兆玄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就因为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不是台风夜他去剪头发，刘兆玄就下台咯，民进党就要叫刘兆玄辞职哦，他只不过去剪个头发。那请问一下，陈菊那时候台风夜好像都已经淹水了，然后他好像在官邸睡觉，那陈菊当时你怎么没有下台嘞？啊，现在香烟走私案你怎么也没有下台嘞？你也不敢出来讲话嘞？那些被抓起来的那些什么勤务兵还是开车的那些，为什么总统的车队后面跟了几辆车，你蔡英文会不知道呢？如果这样来讲的话，你的国安维安是有问题的哦。嗯，他放什么东西在里面都不知道这样。你总统的坐车后面跟了几辆车你会不知道吗？而且传说中是有几辆两辆还是什么进了官邸了，请问那个车子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你们都会推给前朝说是啊、哦、马英九时代就有的，你们什么时候为了你们的政策你们负起责任的？你们有道歉过吗？为你们所有不是很好的政策，你们有为人民为台湾人道过歉吗？没有，你们都是找借口，都是推给前朝，千错万错都是你马英九的错，都是马英九的错。我觉得马英九做的啊，唯一让我觉得我比较不满意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马英九那时候700多万当选嘛，中华民国的总统，他唯一就是他想要当全民总统，而且他没有把课纲好好的依照历史的真实呈现在我们的课本里面。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大概30岁以下20几岁，他们已经不知道他们是中国人了。但是熊姐要这边在讲，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每一个学校一进校门口有4个大字，礼义廉耻，请问现在学校有没有这4个字？我不知道。好、哦，熊姐要去查一下，明天我去看一下我们礼义廉耻。现在我们的
总统，我们的民进党，我们的执政党完全没有礼义廉耻，有吗？请问总统府里面的那些人，那些高官，那些立法委员，你们有礼义廉耻吗？你们什么都用骗的。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你们开始骗了，很多人让你们骗到团团转。但是现在我们大家的头壳，熊姐讲台语，我们大家的头壳已经清楚了，就是我们的脑袋已经清醒，不要再骗了。这一次韩国瑜说2020年的总统是中华民国生死保卫战，这句话也打动了我，打动了很多的人。中华民国快要不见，等于已经不见了。以前我记得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念世新的时候有一堂课叫做摄影学，那个老师呢，那个时候给我们一个好像暑假的时候，十月份不是双十国庆吗？我们在那个仁爱路这样两排国旗飘扬，然后面对总统府还有那个牌楼，那时候就是我们国家的生日双十节。我们老师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去拍照，拍那个牌楼，牌楼是都是一些霓虹灯啊，很亮。那时候如果你的技术不好，其实是拍的不是很清楚。你看那时候呢，国旗飘扬，全民鼓舞，庆祝中华民国的生日，元旦升旗。可是曾几何时，李登辉开始，你们不再唱国歌了。尤其蔡英文双十节，我每次经过那边，我没有看到一面国旗，我没有看到牌楼，没有看到璀璨的牌楼。你是我们中华民国选出来的总统，可是你不认这个国号，你不认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我觉得蔡英文，你没有资格当我们的总统。所有坐在总统里面，总统府里面的人，你们想想看，你们有什么资格坐在总统府里面？还有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冲冲冲！你在冲什么？冲你们民进党的选票吗？这是我们最瞧不起、最瞧不起你们的一个地方。请你们告诉我们，礼义廉耻四个字要怎么写？我喝一口水啊，熊姐讲多了，喉咙有一点哑。就是说，我记得啦，那时候蔡英文他们要选之前，2016年，他们说党政军退出媒体，我想大家还记得，就是说媒体每一个电视台都不要有党。也不要就是说要退出学校，学校里面不要有政治。可是这个国民党这个很笨的一个，我也不能讲国民党猪头啦，就是笨笨傻傻呆呆的嘛。刘兆玄去台风夜去理个发就辞职了，很多高官就是这样都辞职啦。啊，民进党的都不用辞职，他们怎么样都不用辞职。还有要国民党党政军退出校园，奇怪了，你们全部进入校园呢，你们连课纲都改了。这个就是民进党最厉害的地方，铲除异己，不遗余力。那现在又讲到韩国瑜，他当选了那个高雄的市长，登革热了嘛，每年夏天几乎都有登革热。陈菊在当市长的时候，马英九经费拨得很快，而且很多。可是现在韩国瑜上来，苏贞昌是不给经费的。一党再党，就是说要程序啦，你们先把公文来啦，我再来批啦。可是一直钱没有下来，然后呢，当媒体在追问的时候，苏贞昌就说，我们钱已经拨下去了，是你们自己高雄市政府不来领。我问过，我在庶民大头家，中式庶民大头家，我有问过他们高雄的市议员，他说没有啊。
前面有播下来，那现在登革热这个话题你看又过了，但是我觉得老天有眼哦，你知道为什么？除了高雄登革热之外，后来我记得在桃园郑文灿他是市长嘛，市长对不对，也有登革热，嗯，后来台南黄伟哲那边也有登革热的病例，嗯，是不是也好几起嘛，哎，你们民进党奇怪了，你们就不讲话了，都不讲话了，韩国瑜还钻到下水道去清淤泥，清出这么多的淤泥，他都有在做事，然后你们都说他没有在做事，所以老天有眼哦。除了你看啊，前一阵子桃园下大雨，台中下大雨，台南嘉义通通下大雨，通通在淹水，高雄也淹水，可是高雄的水退得非常的快，其他县市的水退得很慢，但是民进党侯塞雷啊，民进党好厉害啊，他们会把白的说成黑的，现在韩国瑜的脸我看他越来越黑，他可能跑行程有黑，有稍微晒一下太阳，但是他的脸越来越黑是什么？乌云罩顶，还有被你们这些人黑到脸都变成黑色了。这是熊姐啊，你看啊，我都没有打草稿啊，你问我什么我就是这样讲，就是我是一个庶民的代表，熊姐是无党无派啦，我是一个庶民代表，我看到我有眼睛我有智慧，我们不会再被蒙蔽了，因为韩国瑜说的民心思变，而且我们不是选圣人，我们是要选一个有肩膀的人当我们的总统，即使你打他的学历我觉得也打不到，第一我们刚刚有证明嘛，对不对，东吴法律系，东吴英文系嘛，英文系还有政大，政大的这个有没有，来再看一次，东吴大学韩国瑜英文系，同时啊你们打他学历是完全没有用的，因为即使他没有这个学历他会用人，他身边有一些例如说行政院院长啦、副总统啦、还有经济部长，他能够会用人，用人为才，即使他没有这张学历我们照样选他，更何况他是有这个学历的，你们还要打他，请问你们还有什么招，请你们尽量使出来好不好，大家来接招。嗯，所以你今天是不是才从这个高雄回来啊？我今天下午啊，你看现在是晚上七点，其实我是从中午大概一点半到家的，因为我两点，因为啊特别在这边讲熊姐要出书了啊，已经紧锣密鼓的在写书，今天是出版社来我家挑照片，我把我小时候的照片啊还有到现在啊还有前一阵子帮韩国瑜造势有韩粉帮我拍照的一些光碟片，我今天才刚刚弄完。是什么样书的那个内容可以稍微跟我们透露一下吗？你觉得要讲吗？我讲一下哈，大概一下好了，先让大家先稍微知道，是预计今年就要发行吗？对哦，紧锣密鼓的。其实熊姐其实在去年的时候，熊姐是个摩羯座，很多事情都是一步一脚印，刚刚你也说啦，熊姐剪这个头发是不是有一点看起来很严肃很利的感觉，其实是很利落，因为很多男生都喜欢女人长头发，长发飘逸，对，很飘，很那种很梦幻的感觉，气质翩翩的感觉。那熊姐呢是比较个性比较大而化之，但是很多东西我心里有数啦，摩羯座的人其实是有耐力的啊，是会观察的啦，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因为熊姐是编辑采访毕业的嘛，我自己我刚讲过国文程度还可以啊，我文笔也还可以，我曾经自己大概14年前我单身的时候我写了3万字，因为我跟我的那个经纪人讲，我说我想出一本书，他说很好啊，我说我自己写，我写了3万字，后来写开始录影就很忙，工作以后我就停下来了，我去年才把我那个稿纸我写了3万字的那丢掉，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出书了，
可是今年呢，一个多月前有个记者他打电话给我，他说：“熊姐，你这样挺韩国瑜哦，你要不要来出一本你的书？”而且中视的哈远仪主持的《改变的起点》刚好找熊姐去做一个访问，一个专辑，就是讲我从我有记忆以来，我住过，我在台中生的，然后我住过清泉岗，然后一路上跟着父亲装甲兵到了新竹湖口长安，然后最后我爸爸觉得小孩子要到台北来念书比较有前途，就把我们弄到台北来，所以我才会转到金华女中嘛，才会念世新，然后因缘际会下就进演艺圈。就是这一段故事，还有我的父母，我的爸爸妈妈是多么多么的辛苦，在那个年代，尤其我妈又是残障，我妈在日据时代小学六年级是小儿麻痹症，他们的这个辛苦过程，还有我进入演艺圈，养家也好啦，照顾兄弟姐妹也好啦，一直到我结婚的整个的故事都写在里面。而且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幕哦，就是熊姐在新竹湖口啊长安的时候，装甲兵学校，我父亲装甲兵嘛，我是看着战车长大的，我们家门口常常有战车经过，这个很神奇吧。嗯，所以我这个书名呢可能会跟战车有关。哦，对，我就是透露一下啦，就是说一直到现在，可能就是说从小到现在，还有可能跟韩国瑜是不是有做一个什么连结啊，我现在口述我还没有写到那个地方，可能写到我进演艺圈的那个刚开始那几年。所以这本书预计今年就会发行，这样子十月底要交稿，然后今天已经在收照片了。嗯，所以这本书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有，到时候我们再听熊姐好好来分享一下，这样先跟大家卖个关子。对，请大家拭目以待，而且要捧场哦，那里面故事很精彩，而且有很多照片，我们到时候再继续听我那个时代的照片，听熊姐说故事，这样子。嗯 okay. 那熊姐这次去高雄算是去观光吗，还是怎么样？这一次是因为高雄我有认识有一对夫妻好朋友，国城建设的董事长夫人啊，董娘啊，我们去跟他看看他呀，聊聊天啊。另外跟杏仁哥，因为杏仁哥也很热心，你也知道杏仁哥啊是很本土嘛，他也很直爽，很可爱。就看你们在爱河上面开直播。对，因为我去找我说，哎，杏仁哥，熊姐要去高雄咯，那他说啊，我来接你啊，然后我们就跟朋友，我们几个人就一起下去，然后一路上他就带我去，就是韩国瑜就职的那个爱河爱之船。嗯，那时候我看他就职的时候，我好想去哦，好想坐那个船。那昨天坐到了，嗯，而且我觉得我也有做直播，昨天的直播在爱之船上面是用杏仁哥的粉丝团做直播。对，熊姐这一辈子第一次做自己的脸书粉丝团做直播，昨天我觉得人数啊，因为杏仁哥的帮忙也是浏览的人真的很多，我不知道多少叫流量很高。我刚好看一下，就是熊姐这个最爱熊海玲的这个粉丝团上面，其实昨天你在这个直播人气也非常的高，哎，你有去吃饭嘛？对不对？啊，对对对对，我昨天去那个高雄，除了爱河做直播之外，哈，坐那个爱之船，我觉得真的高雄太美了，嗯，啊，真的很棒，真的大家有机会啊，真的要去玩。还有战二库，昨天那个战二库旁边就有军舰，嗯，还有旁边有一个什么香蕉什么四个字的，我现在忘记了。我们还在里面吃晚餐，跟杏仁哥，我们还在那家餐厅里面做直播，嗯。我觉得那个战二库也给我带来很大的惊讶，就是说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之前韩国瑜的造势活动不是有香肠瀑布吗？对，我昨天那个地方当然人没有那么多，没有香肠瀑布，但是我真的吃到了那个杏仁哥请的香肠，嗯，珍珠香肠，像一条一条一串，里面好像有四根小香肠吧。嗯，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你到高雄有没有看到
高雄过去跟现在有什么样不一样啊？嗯，有。其实讲真的哈，在几十年前的时候，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做秀，那时候的人潮啊，真的是没有话讲。我们去蓝宝石，还有喜相逢作秀啊，那个到处都是人。然后六合夜市那时候也是满满的人，像费玉清啊，张飞啊，高大哥啊，我们一些好朋友，我们一做完秀，我们一定会去六合夜市吃东西。可是后来呢，大概有二十几年，我再也没有机会去高雄。自从民进党执政以后，高雄真的是经济真的是很差，也没有机会去，因为你不会想要去。为什么呢？高雄一个这么美的地方，可是政治味太浓厚了。你看啊，我必须讲一个，就是说民进党最会用本省人外省人来拉选票。我的父亲是湖北人，我的妈妈是台中丰原人，我住过台中，住过新竹，新竹还有客家人，我的同学都是客家人，我也会讲客家话。可是呢，现在我们被称政治操作到，就是说你是外省人嘛，啊，我台湾人啊，啊，讲实在的啦，熊姐，为什么会要讲台湾话呢？我是足久无讲，现在吼，个人是一个嘛，讲了是袂歹。我阿妈跟我表姐、表哥，我拢讲台语。我跟我妈妈伫厝里，我嘛是讲台语。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外省人、本省人之分。可是，一到选举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本省、外省这个话题，还有就是外省人滚回去。熊姐也会，那个时候学运的时候出来挺警察的时候，就是学生那时候占领立法院、攻击行政院的时候，熊姐也有抒发一些在脸书上抒发一些我的想法。嗯，我也是被那些学生黑啊，说什么熊奶奶滚回大陆，哎，熊姐耶，五年前现在还是这么妖娇逼嘞，五年前就叫我熊奶奶滚回大陆。啊、就算我是熊奶奶，我又为什么要滚回大陆呢？对不对？我生在这里，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这里是我的国家，我爱护这里，保护这里，谁都不能欺侮他。快快备好战马，这场胜仗要打，不惜任何代价。这首歌我为什么忽然想到，就是上次韩国瑜造势场上呢，我安排了大百合跟李老师唱 开场我们的二十分钟的艺人表演。嗯，大百合姐妹就唱了这一首谁都不能欺侮她，谁都不能欺侮她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很棒。我觉得谁都不能欺侮中华民国，谁也都不能欺侮韩国瑜，即使你不认同他，你也不可以欺负他。你要攻击他，那是没有用的，你要拿出证据。你们想想看，为什么韩国瑜的造势活动都不需要动员？熊姐六场都去了，从四月二十七号，那个高雄的五虎将陈清茂邀请熊姐去。韩国瑜那时候还没有造势的时候，第一场四月二十七号我就去，我就上台了。后面连续五场，我每一场都到，像高雄的场子，然后接着我记得后来好像就办了台中，可是不知道一个什么原因，台中后来取消，后来就接着六一凯道。六一凯道那天让熊姐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都还没有上台，但是，哎，我好像是跟你约在凯道第一排嘛，对，那时候已经哇，不知道我好像跟你约一点，我说我们早点到。人不会那么多，结果我跟你讲，一点钟的时候已经人山人海，嗯，好像人都已经到景福门这边了。我跟四个女生哦，我们都是支持中华民国，我们穿国旗衣戴国旗帽，我就是戴这一顶帽子，我们就是冲锋陷阵，拨开人群。我跟他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跟记者约了，说我一直往前。后来我们站在第一排，我还有带雨衣，还有那个我有呼吁说不要带雨伞嘛，会戳到眼睛嘛。然后雨衣我们都买好了。我印象最深刻、最深刻就是到一半的时候，乌云密布，然后下大雨，真的。
的下得很大，我觉得老天真的是在考验这些韩粉，也是来考验韩国瑜，看看韩国瑜呢，你的造势场，其实也不是他办的，我讲真的不是韩国瑜办的，看看这些支持韩国瑜的人，你们意志到底有多坚强，多坚强，他就来给你出太阳，下大雨，大家就赶快从背包里面就拿出了雨衣，还有人当然是有拿雨伞了。可是你知道吗？令人感动的就是说，旁边的大哥大姐们或者是年轻人，我们大家会互相帮助，或者是说有椅子坐的人会说：“啊，熊姐，你站了那么久了，那你坐一下。”他椅子就会借我坐。如果看了年纪大的叔叔伯伯啊、阿姨啊，他们也会让他们坐。还有，因为讲真的，雨下那么大，你穿着雨衣，其实已经都全身都是湿的。好啦，隔了一下，出太阳。最好还是出太阳，因为出太阳你要知道，很热，人很多，雨衣是塑胶，不通风，很热，大家又开始脱雨衣，啊，脱雨衣脱掉的时候，又一阵子正在大家都很激烈、很激动的时候，忽然又下大雨，你知道吗？那个雨来得更大，比第一场雨更大，大家又开始穿雨衣。其实雨衣你身上湿了以后，你那个薄的雨衣根本穿不上去。然后旁边的人就会帮你穿，你知道那种感动哦。熊姐是第二次看到，第一次看到是在导扁的时候，就是陈水扁那时候贪污，那时候要导扁的时候，百万人围城的时候，从各地方忠孝东路、仁爱路，大家这样子。手牵着手，心连着心，就觉得那时候陈水扁做得太烂了。那时候要倒扁那一次，我可以看到大家这么的有爱心。我还记得那次倒扁的时候，熊姐有上台，也是下雨。熊姐就站在雨中，那时候雨下得很大，现场就有一位朋友，女性，一位太太，看到我被淋湿了。他真的从台下拿了一把伞递给我，你知道那种感动，就是说，台湾人其实是温暖的，是有爱心的，大家都愿意团结在一起，心连在一起，共同为中华民国的未来下一代而努力。可是，就有这些政客，为了私利。贪污，陈水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到现在还在外面爬爬照，有事没事还出来讲讲话。其实，我讲真的，陈水扁，你有什么资格出来讲蔡英文？你也做得很烂呐、啊，你贪了这么多的钱，你们家的人在海外有多少财产？甚至于我在美国 LA 有一个超市，也都是吴淑珍的、啊。还有什么海角七亿那些到底拿回来没有？还有，你说你好像在监狱中生病或者是不能动，我看你好得很嘛。可是为什么民进党蔡英文，你们不敢把他关回去？你们知道民进党你知道吗？蔡英文你们为什么民调会这么差？是有原因的。你把我们老百姓当作笨蛋吗？真的不是笨蛋，民进党真是做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介入司法。我其实写了蛮多啦，啊，我们如果说来谈谈，我先讲那个好了，就是上个礼拜跟嘉芬姐，那个好，我要讲就是说台湾人的可爱，就是说十年前八八水灾，就是八月八号那天啊，小林村灭村那一天。那熊姐有一些朋友，有一位设计师姓房，房元凯，他带了五个人到林边嘉东乡去挖泥巴。那时候熊姐就跟他们讲说：“啊，我也要去了，我也要去挖泥巴。”你知道他们跟我讲什么？啊，熊姐你不要来啦，你来哦，记者会来会妨碍我们救灾，而且泥巴你挖不动啦。其实熊姐以前真的是。这些事家事啊或者是什么其实我是可以的，后来我想说好吧，我去会打扰他们救灾，那我就去美国，
我就到 LA 去了。我说好，等哪天你们需要我的时候，你们 call 我好了。哎，有一天我就接到了八八十年前的八八风灾之后的尾牙那一年。你看尾牙是我们中国人大家要聚会，公司行号要请员工吃饭嘛。可是你要知道，这些已经像小林村是灭村了，他们哪有心情办尾牙？那林边加东这边也是被水淹了嘛啊？那时候我们这票年轻人就会想说，是不是来给这些加东乡民办一个尾牙，办一个烤肉？就在温子国小，我们办了一个烤肉。那熊姐就回来，他们说要在温子国小的司令台那边办一场晚会。那因为表演这个东西，熊姐是比较内行、比较拿手嘛。那我有一些姐妹淘，像那时候我记得大百合啊，还有谁？邱雨婷，十年前有邱雨婷。我们就四五个人，我们就做了一场晚会，熊姐还募款。然后有一些阿巴桑，当很可爱的哦，全省的，你这个应该怎么讲？网民吗？他们是从网路上开始，大家来当志工。乡民，乡民也有那些阿巴桑，他们真的自己哦，乡亲啊，阿巴桑他们就是切肉啊，腌肉啊，然后我们那个烤那个烤肉是用什么呢？是用那个砖头，砖头架起来，然后在上面烤肉，还募集了。熊姐还募到了50辆脚踏车，当天也是当作抽奖的项目。你知道为什么要办这个呢？就是因为当时的村民他们的家也被淹了，家具也都没了，他们心情不好，他们也没有尾牙。那时候的新闻热度也已经过了，这票年轻人呢，我觉得他们脑袋很好，他们会怎么样？例如说物资大量的集中到林边的时候，可是例如说你们家没有瓦斯炉，那我给你米跟菜没有用，肉没有用嘛，因为你没有瓦斯炉嘛。他们就做了民调，就说啊，你们家缺瓦斯炉，你们家缺洗衣机，我们就把物资全部发放，这都是政府没有做到的。后来那场晚会办得很成功，很成功，我还募到了，我记得旺旺，蔡董那时候我有打电话给他，他也有捐款。然后也捐了3000份的旺旺的产品啊物资，所以那场晚会办得不错。哎，办完以后呢，我们这票志工很好玩，我就想说，哎，熊姐，我们真的是从零到有，把晚会办得这么好，那我们要不要成立一个志工团？后来我们就接受了这个志工的训练，有些教练他们就免费的给我们上课，我们每个礼拜六，而且我们还是拿到证照的。我们有上 CPR 人工呼吸哈 CPR 还有山难救助包扎，还有游泳的那个就说可能有人掉到水里啦，你的急难救助等等，我们大家是有拿到证照的。那个时候后来十年后就是今年的8月10号，这些志工后来我们成立了什么你知道吗？成立了中华民国效力志工团。在没有灾害的时候，我们会到孤儿院，例如桃园的兰迪孤儿院，还有到乌来去帮助原住民小朋友，啊，这是我们平常在做的。可是有风灾的时候，例如台东风灾，还有你记不记得乌来有个大风灾？那个路都崩掉了嘛。中华民国效力志工团的这些年轻志工呢，也有去救助，还有前一阵子的嘉义水灾，风灾也是有。那这10周年呢，刚好呢，我就透过各种关系请到了嘉芬姐。韩国瑜是不可能啦，韩市长太忙了。而且嘉芬姐呢，还有人说她讲到这个，还有人说她夫人干政嘛，我觉得这个很好笑。我现在看到嘉芬姐做的就是公益，所以今天这个八八水灾10周年呢，我就请到了嘉芬姐。啊，嘉芬姐居然来了，你看，哎，有照片，来，这样我反光。哇，熊姐很漂亮哎！不是吗？对，当天是盛装。对，因为整个节目是由我策划啊，
而且当天呢，我们中华民国效力志工团头一天，这些志工已经到家东去做预备的这些动作，舞台啦，还有其实呢，我也要感谢。讲到救灾啊，不分蓝绿，这次我们有去拜会了屏东县县长，然后我们也有拜会了不管绿的蓝的市议员啊，然后他们也给我们蛮多协助的，或者是提供奖品。在这里我要讲，我们都是一家人，只要不要牵扯到选举，我们救灾，你是蓝的绿的我都要救嘛？难道说啊你是绿的我不要救啊你是蓝的我不要救？不可能。对。但是完全就是说，我们的政府你不要造成蓝绿的对立，这是比较重要的。那嘉芬姐我也很感谢她，后来中天也做了一段新闻，就是我台上唱歌，还有请嘉芬姐来抽奖，因为我的朋友捐了两台55寸的电视，这个大的电视是请嘉芬姐来抽了。但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啊，我一看到嘉芬姐，我就说，你是我世新的学妹，大家叫你嘉芬姐，熊姐在演艺圈呢实在很久了，大家叫我熊姐。那请问，那我要叫你什么？嘉芬妹妹吗？你知道这个台上的互动是很有趣的。对。那我觉得刚刚好啊，刚刚看到那张照片，嘉芬姐穿了黑色的一套洋装，然后穿了一个白球鞋，白平底鞋。熊姐刚刚好，我的开场主持，我也是穿黑色的一件礼服，所以那天的画面是很有趣的。我们两个刚好都是黑色的，然后刚好呢，嘉芬姐来抽那个电视的时候，抽到了谁呢？抽到一个国民党的市议员还是立法委员，就抽到了。抽到他之后，我们大家吓了一跳，结果，他是立法委员还是市议员？对不起哈，我真的忘记了。后来，这位明代呢，王，对不起啊，他是立委还是市议员？反正他抽到了以后，他也很好玩，很大方，因为他捐了一台43寸的，那他抽到的是55寸，他又把55寸的又捐出来，然后又抽了一张。所以那一天呢，是这个晚会真的办得很棒，而且我的节目内容很棒。这些艺人我一定要在这边谢谢一下哈。百合姐妹，小百合也来了，王瑞瑜、王中平，还有翁虹跟阿拜的反串秀，他们那两个反串秀是我看过，我觉得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棒的。虽然他们的知名度没有很高，但是我也很愿意把他们反串秀介绍出来。反串了武则天啊，一代女皇啊，我觉得效果是非常非常好。还有台中的年轻的一个团体叫文子乐团，文子乐团在新竹造市场，我又请他们上台。大家可以稍微搜寻一下，像文子乐团他们平常是在音乐厅表演。那熊姐造市场上跟他们合唱了《望春风》，那他们这一次也愿意来参加这些活动，我觉得是值得鼓励啦。我觉得只要撇开政治，平常我们大家都是心连心，大家愿意互相帮忙，而且有很多这些默默在做好事的这些公益团体。还有熊姐要鼓励这些年轻志工，熊姐是中华民国效力志工团第二任团长，现在我们一任两年嘛，10年刚好第五任。接下来呢，可能熊姐还会担任第六任，我会再回来当团长。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各位好朋友，平常我们的新闻上面看到的都是情侣打架啦，或者是一些行车纠纷啊，或者谁告谁这种事情，我觉得这种新闻哦，看的实在不是很营养。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些年轻人，他们不是草莓族，他们一个月才2万多、3万多，可是他们愿意利用他们的假日，甚至有时候请假，自掏腰包来做志工。我觉得这些是值得赞美的，年轻人要加油哦。
熊姐不是熊奶奶哦。熊姐，在我们的最后，是帮我们这韩市长一样加油打气一下好不好？哎，看到韩市长哦，这么瘦，看到有一次看到一个画面，他的那个身材哦，真的变成真的是只剩下骨头了，我觉得他太瘦了啊、嗯哦。还有讲到一个民调，我们简单的来讲一小段好不好？最近呢，有时候看到一些不知道哪里的民调，说韩市长的民调下滑。熊姐是有一些想法，我刚写了一些东西，就是说，其实这样，我觉得民调并不代表选票，因为你这些民调啊，它只是一个少数样本模拟出来的一个结果。像之前高雄的市长选举，民进党的民调也很高啊。对不对？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民调高并不代表你一定会被选上。那时候韩国瑜也不被看好，可是韩国瑜赢了这么多。嗯。还有就是说，为什么人家现在会讲说蔡英文的民调变高？我觉得也很奇怪。因为，民进党当政啊，这个九合一的选举的结果，民进党大败嘛，包括了那个。好像包括了核四重启核四，还有同性婚姻这些问题，他们也没有照着民意去做啊，啊，还有那个，我看看，促转会啊 ，NCC 啊，产党会，党产会、中选会等机构人事的任命问题，都引起大家广泛舆论的讨论，会觉得。民进党，你本来讲的是民主嘛，可是现在变成你们民进党决定就决定了，你完全背离了民意。你知道有很多中间选民，他们是很隐性的，他们现在要投谁还不知道。可是蔡英文你做得不好，你民进党做得不好，如果你做得好，我们也会投嘛，是不是？所以呢，对于韩国瑜的民调。我觉得大家听听就好了，包括一立一休啊，军公教的警消年金的改革，这些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啊，我想蔡英文的民调不会有那么高的啦。但是国民党我觉得一定要团结，而且政府呢，对于这些军人啊、警消，当初他们是公务员，他们当局职业军人。他们出来是国家跟你签跟这些军人签约的，你怎么可以把他们的福利给删除掉？这都是会引起大家对民进党政策的一个质疑。所以呢，请大家睁开眼睛啊、哦！熊姐讲了这么多，还是苦口婆心的，我们一定要睁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不要去说政府国家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用你神圣的一票，你选出了什么样的总统，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韩国瑜的民调呢下滑这些事情，自有公平啦。到时候明年2020年1月11号，我们就用我们手中的选票，我们选出我们最棒、最棒为中华民国。还有广大庶民努力的一个总统，那就是韩国瑜了。兄弟，谢谢你，谢谢。啊，谢谢啊。